这是臭豆腐，闻着臭，吃着香，不信你尝尝。你们都懂什么？给你吃这个百利五谷鸡狗粮，含肉量高达70%，以及30%的果蔬，没有谷物添加，更没有防腐剂，是一款性价比不错的天然宠物粮。你这么快就吃完了，有这么好吃吗？真的假的？我尝尝。脆，好像确实比臭豆腐好吃。我好吃的。